这款牛仔裤它是破三个洞，然后裤脚套不修边的设计，啊，整体穿起来蛮好看。啊，我身上穿的这件是破坏直筒牛仔裤。破裤既然是每年都会有流行的元素，配上灰色，然后又合身有弹性，穿起来夏天也不会不舒服。像我身上这件刀割的牛仔裤呢，它有下面越往下面有束口的效果，可以让整个腿型呢收拾得非常好看。每年都会流行的牛仔破裤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哦。